仙人掌，海月开金，一个岛。夕阳楼。宪法山，宪法山，盘旋而上的甬道，乾隆骑马，乾隆喜欢骑马，顺着这个盘旋的甬道爬到山顶。这是一个喷泉大水法。几位朋友参观，请到外面来啊！请大家到外面参观。这些人都不应该进去。这个地方呢，属于西澳的整个。香妃的寝宫。出去了，我叫你。哎呀，一年。海晏堂，十二兽首喷泉。十二兽首已经散失。1860年。兽首。
出几番外观，携其去。1990年恢复。坦坦荡荡，上下天光，中秋赏月的这边到边境。天然图画。